慈悲心就像润泽万物生长的活水，不仅调柔我们的心性，也滋养增长我们内在的特质。为培养大众慈悲心，普施一切幽冥众生，广利六道有情而展开的金三角共生关怀之旅，行程来到了第二天。在细雨霏霏中，慈悲的海涛法师继续带领来自各国的信众代表造访位于泰国北部清莱府清孔县境内的吉祥生命护生园。当天天空飘着绵绵细雨，不断洒落在蓊郁的林间，如落雨缤纷，为属下带来无比的清凉，唤醒了花草树木，洋溢盎然生机。隶属于生命之业的吉祥生命护生园是泰国最大的护生园，占地约60多甲，林木葱郁的宽广园区里滋养着许多无命。目前园区内共蓄养了76只牛，另外放养在泰国校园中的约有20余头牛，未来园区还预计将陆续收养更多的牛只。一只只牛儿在园舍中或立或躺，安逸地反刍食物，看到大批访客的造访，不断睁大眼睛好奇地探头注视，或竖起耳朵来聆听，当与人四目相交时，引人无限的怜爱。另外园内还蓄养着许多的鸡只，这里的鸡只依园区广大地形的特性，采自由放养的方式，以致每只鸡皆长成羽翼丰硕，身形挺拔。园内不时随处可见到羽翼丰硕的母鸡带领着小鸡毫不怯神地在园区内安逸地踱步，自在地觅食，或在栅栏上居高临下眺望，疏离羽翼。园区中的牛群与鸡只两者虽属于不同的物种，在这温馨的净土上却能如同一家人般和乐地共同生活在一起，犹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诸佛菩萨以慈悲为武器，忍辱为力量，遍洒一切慈爱。在吉祥生命护生园中举行救牛护生慈悲施食法会，法会除恭请海涛法师慈悲主法，还邀请长久以来一直协助在泰国救牛以及管理护生园的如意法师带领所属之僧团参加。另外清孔县僧长即月树松寺方丈拉达那汤也莅临盛会，慈悲的海涛法师在法会中为大众慈悲开示。那这一次我们来的有台湾的、大陆的、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香港的华人，当然最主要是有慈悲心的人，他们愿意来乡下救这些可怜的动物，特别对人类有恩的牛。但我想最高兴的是佛陀，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多了一片土地，
是实践佛陀慈悲跟爱跟佛陀智慧的地方。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些牛或是动物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所以要从内心里面感谢长老跟如意法师来照顾我们的爸爸妈妈。那真正在照顾的是我们如意法师长老的加持，才能够让这些可怜的这些爸爸妈妈能够我们叫安享天年。因为我们学佛就是知道从爱从慈悲才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就像我们知道我们的爸爸妈妈最近比较平安了，比较不痛了，快乐了，甚至他升天了，我们的生命才会很快乐很平静。那特别我们华人现在因为特别在大陆都有钱了，所以就很喜欢吃肉，特别吃很多牛啊猪啊羊啊。那所以我们虽然放生很少，但是这个力量，因为慈悲放生力量，就想要回向给那些被吃掉的动物，以及那些因为杀生吃很多肉而生病的这些人。所以我们在这边虽然默默的在做，但是对整个世界却很重要。所以在中国的西藏有一个风俗，他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要能够救一条牛，至少他这一辈子的杀生，特别他过去有杀牛啊或是吃很多动物肉的这些业障就可以消除。所以他们就算很穷都很想说能够去救一条牛。在我们的经典里面也说到，就算一个人活的时候杀很多动物，死了要下地狱，但是我们家属能够为他救七只的生命，七只的动物回向给他，念出他的名字，他都有机会脱离地狱的痛苦。我们从救牛到今天已经救了26000多头的牛，那当然不是代表我们很有钱，是代表很多人很痛苦，他们很痛苦，所以拿钱，我师父你帮我救一条牛，因为他救不了，所以为了帮助他脱离他的痛苦或病苦，我们在全世界就一直在想办法找地方。所以终于长老的因缘，如意法师的慈悲，让我们有一个解脱痛苦的地方，也帮助解脱痛，非常感谢他们。那终于现在因缘成就，我们在这边感谢如意法师，希望他健康。不但如此，那如意法师在这边也培养很多小和尚，救了很多穷人啊，让他们能够得到佛教的教育啊，将来有机会也可以出家。所以各位将来也可以自己组团来拜访我们如意法师，我们在一号也会到如意法师的道场，所以我们也感恩如意法师的慈悲。聆听海涛法师的慈悲开示，众人怀抱着欢喜与感恩的心，祈愿有更多有缘的众生来到这块净土，同沾法益，沉浸弥陀慈悲大愿海。运牛车在清脆的经咒声中逐渐驶入护生院，这次法会集海内外众人之力，总共救护了75头牛，全都放养在护生院区中。牛只们来到新环境，愉悦的奔驰在广大的园区，在温馨的氛围中，牛儿安心的大口啃起园区内鲜嫩的青草，大众也纷纷拿起稻草香蕉喂食牛只，也让众人为他们庆幸，原本面临刀锄之苦的厄运，却在许多善心人士的奔走抢救下，能够历劫重生，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为了在偏远的台北地区提供牛群与鸡只们安稳的生活环境，维持广大园区的正常运作，除了要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大家也感谢默默付出的如意法师及僧众以及工作人员们，长久以来秉持着佛陀的教法及慈悲，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让所有的牛群与鸡只们皆能于此桃花源中安享晚年，也愿此充满爱的殊胜慈悲善行能生生不息地绵延下去。近午时分，大众造访位于清莱近郊的万佛慈恩寺，庄严的富贵弥勒大佛巨大的法像矗立在高台上，家夫而坐，笑口常开，仿佛迎接大家的到来，在静谧的午后洋溢出一片祥和之美。海涛法师慈悲带领大众进入大殿中礼佛，并供养老和尚，随后团员们以一对一方式虔心的奉上结缘品及礼金，供养寺内100多位比丘及沙弥。结缘品中包括文具及生活日用品，还贴心的附上一只坚固耐用的雨伞，因为台北地区常年处于闷热多雨的天气，借此雨伞不但方便出家僧众出门弘法立生时能够遮阳避雨安僧办道，并且也展现敬重僧宝的精神，大众更能借此广植福田，让社会中处处洋溢温馨祥和之气。万佛慈恩寺内除了辟建广大宏伟的道场宣扬佛法之外，另外还设有华文中学，提供无数的清寒学子方便就读，以培育幼苗，抚孤济贫，实现佛陀的慈悲本怀，传递人间可贵的至善文情。共僧法会中，大众至诚念佛，万德庄严氛围中，佛光普照三千界，如海潮般的佛音泛声，绵绵回荡在巍峨的圣殿中，人天共赞。下午，大众来到位于金三角内已有700年历史的悠久古寺，该寺的建筑以及佛塔是现今泰国境内少数完全未改建的古佛寺塔，古朴的外形完整地保留700多年前的建筑构造，处处可见斑驳的木造柱子以及墙垣，辉映出久远的历史沉寂。大殿中庄严慈悲的大金佛坐镇在佛殿正中央，在两侧悬挂的水晶灯照耀下耀耀生辉，在佛光普照下，每一尊圣物均是无声的说法，处处闪烁着佛教历史的光辉。大众进入殿中，纷纷手捧莲花灯在佛前虔心祝祷，并供奉在水中漂浮点点的烛光，如同诸佛的慈辉，点亮人们心中的菩提心灯，照破三途之幽暗，让世界更洋溢光明与希望。随后海涛法师慈悲领众来到大殿中供灯礼佛，并带领大众虔诚诵经，清脆的佛音泛声如海潮般萦绕巍峨的圣殿，滋润大众及十方有情的心灵，使现场洋溢无限的法喜。